拍这种。就很久以前，你看那个日本那个卫星电视嘛，对 ，BS 小耳朵啊，有很多日本他们拍很多那铁路的节目，对。那像这个台湾的路子，在1996还97年的时候，日本的出版社有来台湾拍过一套，对。我就觉得说你台湾自己的东西跑去日本，是这个工作全开的，是。每片可能台币张化讲一片，一片大概就卖台币800多。对，就等于你这样顺利，不用顺利，光环岛一圈你就花多少钱？哦，所以就觉得说，你这个东西还要出口再转内销，还要日本人来拍。第一个是你有没有这个观念？对，因为你没有拍的话，就不会保留下来。对啊，那你说台湾铁路没有变化，其实它现在都在变化。有啊，这已经差很多啊。对啊，差很多啊，像基隆啊。桃园啊，现在台中也变了嘛。对。然后现在在做那个嘉义的嘛。嗯。对啊。就等于你没有开，其实就虽然你当时觉得没有什么，可是你反过来时间轴拉到5年、10年甚至更久，就会感觉到那个差异性。我有感觉啊，就像以前不是有跑那个圣心火车站那一条线，内湾哦。圣心火车站，我说那以前的更早以前，啊，你有跑的时候那边我没有，我没有跑了，我只是有玩哦，会好奇而已啊。哦，对啊对啊，可是问题是你要找那个资料，以前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戒严，对，车辆的车站桥梁什么不让人家拍，啊对对对，那应该是民国60年代的事啦，70年解严之后就没有了，对，只是说问题是以前的相机甚至录影器材是很贵的东西。人家都拍一些都拍大节目啊，什么家里聚会啊或什么的，其他来拍这个的话，有一些台湾拍铁路的前辈有一些，可是相对的是不多，更何况是早期的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官方会录的都是官方的活动，对，而且不会偏重说一般比较民间的或是一般设施类的东西。
看不懂到他的字，谢谢。
Thank you.
你就前面你就上交完毕。好，你过来。你可以帮忙。现在开门前关。
北湖及台中，谢谢。斗成一个顺行逆行哦，一二二回到西湖好像也到台北好像5点多吧，5点啊，到台北5点。前拍过111跟136的样子，普悠玛，对啊，一个是普悠玛太快了，
对。可是问题是现在启辰式列车都双人乘务啊。啊，对啊，没错。对啊，已经好久，应该有一年多了吧？对。对啊。因为没有位置坐就很麻烦。因为我只是听说什么那个政策要改掉而已，还没改掉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个没有反应。
去一零七机车场，在新桥停拍摄，谢谢。一三八香港警察确认。你要厕所吗？没关系 ，OK， 不用，谢谢。小班长，过来，谢谢。
安师傅，可以，我们可以停留车进行连挂了，谢谢。甲板准备好了，好，就当是收到，甲板是可以往南推，已经留车今年挂了几点？还有两米，还有一米，来甲板停止，好，甲板慢慢下线。好的，师傅，请停车，准备下班。啊，咱们注意点。要在我们南推进去吗？师傅不要，等一下发就交师傅了，注意点。好，收到，再见。
到他。
公路开车。二零四，公路开车。
新机车吧，我可以请开车，谢谢。107帮我开车，走来这边。
2233开安全开车时间。63333
开车就对。就是在一起开车。
2041州的就会再开始的。好吧，通过，通过。二三，请开车，谢谢。等一下，请开车来。